其实双方攻防水平都到达一定程度之后呢，就很难一拍破防了。那么在打球进攻中啊，杀掉结合就显得尤为重要。那么关键是在连续的杀球中如何穿插进去一个收掉呢？很多朋友收不住力，那么究竟怎么做呢？就是我们这个力如果起来，腰腹一带动，哗，手指手腕一甩出去杀球，那么我们现在就可以通过一个不用手指手腕的方式，锁手指锁手腕，一起来一引动，那么就能打出来一个收掉的效果。比如说这样，用手指手腕就属于给球发力的技巧，那么锁指锁腕就属于给球卸力的技巧。那么职业的比赛中也见过太多这样的收掉技术，我们再来慢动作欣赏一下职业球员的收掉。那么不止在节奏上会出现变化，那么也能对对手的站位形成前后的拉扯。人在家中躺，球技心中长。